咱师兄师姐大家吼，晚安。啊，即摆咱要过来继续这个因果报应。哦，咱即摆就来看这个太上感应篇吼，伊这是业绩本来老子会使讲足伟大的，咱道家的祖师。啊，咱即摆太上感应篇内底一句话讲，老子伊安尼讲啦，讲咱要得到这个祸端，得到这好福气，这本来是无门的，是安怎呢？就是咱人自己去招出的，咱这个善恶的报应，吼、哦，你做善就好的报应，做恶就会好的，都做恶就会歹的报应。这个善恶的报应，哪亲像这个影，随咱这个形，这形就是讲咱的身躯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你做好做歹，随咱这身躯来咧行，这就是讲啦，讲善人啦、啊，哦，这就是善人，人拢该。拢该尊敬，你若是一个善人的时候，人人都会该尊敬。啊，而且呢，这个上天会该保庇，啊，福禄呢，都随着伊这个善的人来吼、哦，来对伊身躯行。啊，若违背道理来做呢，来做歹代志呢，伊这个恶哦，感觉讲伊真牛，伊真侪人安尼哦，真侪人感觉讲哦。做歹代志讲我真牛，吼、哦，都讲伊若认为讲伊做恶真牛的人啊。那安尼来吼，伊吼，伊就啥，伊的罪就随伊的轻重哦。啊，即摆轻重就安那，夺掉伊的这个积善，就是夺伊的慧修啊。吼，即咱即内底讲夺积人之慧修。伊若做歹吼，伊有当安那慧修，有当安那讲伊慧修真长，啊，毋过伊做歹就变较短，吼，就夺掉伊的慧修。所以这个善恶的报应呢，这个祸福啊，会传到伊这个子孙啊。所以咱若要讲，咱吼，咱也经讲困卦讲，积善之家必有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用。这句话对这个问题啊，我今仔日要来讲，就是讲本来岁寿真长，啊，因为伊做歹，啊，所以才切伊岁寿。这条故事，或者讲大伊的这个岁寿，这吼，啊，这是真正的故事啦，吼。这安怎故事嘞？这是咱讲吼。因为咱要劝化世间人，所以吼袂用讲名，啊，这是实在故事吼，这你吼，咱来知影。这故事发生在民国62年，吼，要到50年啊。啊，这是老师吼看报纸所以这报纸所刊的啦，吼，这样，哦，来讲，是在这个澎湖，哦，澎湖啦，澎湖。有一个真有钱的人吼，真有钱的人。那要讲在偏哦，迄个偏哦，迄所在吼，会使讲吼，砖头啊算有着有名的人就对啦吼。吼，那要讲像即马大事业家有钱的人啊就对。啊，因啊，伊互人算命哦，伊在偏哦，互人做真济人去甲算命，拢甲断定嘞。断定伊是一个财主秀，安怎财主秀嘞？财就是有钱啊。吼、哦、财啊，啊主呢就是子孙啊真济啊，啊寿就是长岁寿啊，财主寿会使有齐全的咯，吼、哦，就会使有安尼，会财主寿的名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哦，用哦吼，对人哦足刻薄的，吼足刻薄的，非不但对人刻薄，而且做代志阁非非乱乱做，伊乱啊，伊很好样呢，拢赚咧无道德的钱，吼赚无道德的钱财。啊啦，若要讲伊来甲伊做工的人呢，会使讲真可怜的，甲伊来甲伊做工过啦，嫌东嫌西啦，哦啊，安尼袂要紧哦，对人刻薄，佮会用讲对工人无好，安尼袂要紧的，对这个事足重的，哦，对这女婿啊足重的重视，伊厝内面会使讲哦，钱嘛足多的。子孙啊嘛足侪咧，嘛有影咧，嘛有子孙咧。是安怎伊那子孙啊侪，娶大伯细姨啊，吼伊厝内面大伯细姨就娶啊，所以后生嘛真侪人咧。后生已经有七八岁啊，吼七吼后生有七八个，但是在外口的查某囡仔偌侪哦，唔知影。内面的大伯细姨娶的，啊无名的啦，到外口甲人乌白人，甲人同居斗的迄查某囡仔。唔知偌侪，会使讲足侪个吼，就但是伊安怎，伊安怎夭寿君个？伊即摆吼，伊住外口，甲人同居个查某囡仔足侪，佮娶大某细，伊安尼袂满足。即摆若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吼，较水个吼，看到迄水个查某囡仔，都要甲掠，
啊，人为查甫囡仔无爱啊，为遮恁若要讲遮十七八岁啊，已经若要讲都六十岁啊，你咧吼无爱，伊安怎往前硬甲摔都要甲摔死啊！反正啊，看到介样，都要得到手就对啦，要得吼，要得到手就对啦，会使讲真要受不就对啦吼。所以一寡亲情啦、朋友啊，就甲伊讲讲某人啊，啊你嘛较有修养的呢，啊你安乌白乱来，你已经都六十岁啊呢。啊，这个查某囡仔才十几岁呢，吼、哦，十四五岁，十七八岁呢，安尼，吼，若要讲，互你做孙，买得过啊？啊，你敢要爱哈？啊，你吼、哦，你嘛较有修养呢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喏，即摆啊，人喏，你即摆喏，厝内面大某细姨都还阁有，啊，你阁未满足，即朋友若要讲是好个，甲苦劝哦，吼、哦，对吧？哦，哎，啊，就安尼吼，甲苦劝，伊应伊啥物话呢？伊喏朋友甲苦劝啦，甲应伊啥物话呢？哼，我钱是贪海的哦，哈，我的命是财主修，我敢袂过死。我伊钱是贪海啦，意思就我伊钱足济啦，吼、哦。啊伊哦，伊袂过死就对啦。啊有影嘞，伊就看命的人就过伊财主修啊。啊，所以就下拜啊，讲我钱是贪海，我敢袂过死吼。所以哦，咱人哦，总是哦，唔通太过风神。在这个民国六十二年啊，拄好伊六十岁。迄当时伊做一大生日，啊！伊生日做完了啊，吼，伊就甲因遐囝讲啦，讲我吼，甲恁讲，我即摆财产吼，要吼要分互恁每一个人一份，吼吼，趁我即摆身体啊健康，我分互恁，啊，我自己要家留一份，吼，家己来一份，啊，今即摆财产就分好啊了，财产分好了后。啊，食饱无代志啊！伊当时是做头家嘛，爱加减做事啦。啊，即马事业拢分落伊遐囝咧，啊，伊就无拢因为食饱就无代志啊。啊，无代志咧，哇！本来伊以前都好色的人，啊，即马无代志，哇，就变啊啦，嫖啦，哦，嫖啦，就是开啦，吼、哦，去开查某啦，跋筊啦，啉烧酒啦，吼、哦，拢啊一笔溜溜去。啊，一笔溜溜去咧，无外久咧，自己的财产哦。一分拢开啊空空，啊开啊空空了后呢，伊就安怎，伊就指定因遐囝啦，叫因遐后生哦，讲你每个月爱一分给我，就爱偌济钱给伊啦吼，哦，我就讲啊甲指定啦，只讲恁一个人哦，每个月哦爱偌济钱哦吼，给我啦吼，在因遐囝想啦，啊这钱嘛是老爸的呀，吼是老爸给咱的呀，啊给伊就给伊啊，吼给伊就给伊啊，就安怎？伊个钱拢摕去倒去倒边嘞，拢是我著讲嘞，去开啦，去拍啦，去拍油漆个啦，哦，拢去卡。后来啦，人要讲哦，新妇啦，即种拢较计较，拢是查某人较计较。因只新妇哦，就计较嘞，就甲伊人讲啊了。哦，爸爸即摆哪会使呀？每个月都还爱钱予伊呢，哈，咩来用呢？哦，这钱安无限的，一直提起呢，一直提咩来噻？因人讲，啊，这钱嘛是哦，嘛是阿爸分给咱的，阿爸分给咱就是咱的啦，哈，就是咱的啦，哦，以前咱唔去甲别人提，多安提啊，啊安尼啊，大提细，细提大，安尼提来提去啦，提来提去，提哦，到尾安怎？兄弟啊，都回忆啊，哦，都即摆都安来回忆啊。哦，都大家都安好，都在会议啊。会议的结果咧，讲哦，这个阿爸哦，唔是款哈。安尼哦，钱一直摕，笑的钱一直摕起咧。啊，一个人哦，开这么多，吼、哦，开这么多，啊，比较我啦，伊当时咱即马比较讲，一年啊，讲两万块啦，啊，七个人都十四万俩，结果伊十四万开不够咧。开无够咧，吼、哦！啊开，安怎开无够咧？因为啦，伊也要开啊，要跋，要爬油漆。啊，你若讲吼去酒家吼，一站一届都袂少钱安尼，所以十四万伊一个月开无够。大部分咧家内会吼会发生风波，都是查某人啦。即嘛，我嘛查某人诶，啊，毋过是安尼，真正查某人也无名利吼，较单身。啊！因即摆因来安嘞吼，互伊即个某三弄四弄，想讲安尼嘛有影嘞，啊要来使哦，迄钱安尼都毋是咧刷咧啊，卡关一直提起来哦，一直提，结果回去讲啊，拢卖互伊，
吼，这个老爸安尼吼，安尼，安尼讲这么不习惯哦，拢卖给伊就对了，要甲伊断绝往来呢。哈，这不习惯，安尼了后啊，啊，这个财主收这个因老爸啊，搭因囝无满意，啊，就去投吼这个李长听啦。啊，李长吼讲啊，恁家来输啦，吼，恁家己去管啦。是安怎李长咱唔参与呢？因为安怎？伊在平常时哦，袂得任何。虽然伊遮有钱啊，人家讲好话，伊都唔听。吼、哦，啊，李长就讲啊，恁这家来输，你家己去办啦，吼。啊，我无法度去解决。啊，但李长唔参与了，去讲哦，这个定公所就去投诉。定公所的人嘛无爱参与，是安怎无爱参与呢？因为定公所的人就想讲，这个人哦，哦，这酷。酷啊仙啦，若要讲吼，啊是小气鬼就对啊，酷啊仙。即摆若东岭救济吼，若要去甲因兜甲伊吼，甲伊无关一事啊吼，一仙钱拢袂出哩哈。啊，若要佚佗啦，要拍游戏啦，一摆十万、八万拢提出拢袂要紧。吼，啊若叫伊帮助，一概钱都袂出来吼，吼都唔叫伊讲，若有哪讲啊，你嘛捐两三千块啊，袂出哩，一仙钱拢袂出。所以呢，定高数的人嘛袂惨。其实，规庄的人呢，拢无爱插袂着着啦，拢看伊无起。安尼吼，当过来讲，无法度替伊排解，啊，才崩壁了。啊，崩壁了呢，啊，伊若讲互人听，搁颠倒人较爱笑，人家笑讲啊，你如果你宅主修的人啊，敢袂饿死呢？吼，伊对伊阵啊都夸口咧，哦，就是讲宅主修的人。啊，所以人就较笑啊！你都宰主收的人啊，啊，你免慢讲太侪啦，人拢无爱插，无爱插了后呢，后来激心啦，食气恼，都吼，都怨叹，都伤心，都安怎去找因一个查某囝？啊，去找因一个查某囝，因查某囝偌可怜的，安怎可怜？嫁一个讨海人啦，若要讲讨海，就是嫁准人啦。啊，讨海人因翁吼，煞来跋入海来炸死。啊，查死的时呢，啊，因查某囝哦，骨一定紧啦。啊，当因人死啊，本来生活就无好呢。啊，当因老爸啊来啊了，来要挖苦伊啊了。因这个老爸要来挖苦伊生活，啊，你如果生活骨颠倒骨较无好啊呢。在因这个查某囝就想啦，想讲啊，老爸既然都来啊，无我就等下甲阮那兄弟啊吼参详吼，看有法度讲啊来。加减来帮助我袂，吼、哦！希望带面这兄弟啊的感情啊吼，啊来援助我。啊，当因这个查某囝就去甲因遐、甲因遐阿兄小弟啊讲啦，讲当即摆老爸啊都来遮咧吼，啊我生活嘛无好嘛，啊你就带念讲吼，咱兄妹的感情吼，啊你加减来甲帮助，讲啊结果因遐兄弟啊，因这个小妹安怎讲呢？你若自老爸甲赶出去吼，我著帮助你。是讲即句足不孝，安怎不孝呢？安怎？这人要讲吼，像因即款的，因即款的囝，遮尔啊吼，遮尔啊不孝，后盖毋知要拄着啥物下场无？虽然老爸做唔对，啊，因老爸做唔对，伊即马都咧无通食，啊，都去挖苦即个吼，即个小妹啊，啊，你应该，你嘛爱甲即个小妹斗三共，讲叫因小妹啦。自因老爸甲赶出去，才要帮忙，安才足不好。老爸做唔到，就是爱互伊食，是正常讲袂使讲，互伊去吼较侪钱吼去外口开铺啊，安尼会用哩啦。啊，无即食穿哦，老爸较不好，你嘛爱互食哩，这是应当的呢。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若要讲开，若照安尼吼，伊后盖拢无好，你知吼？哦，无好的结果就对啦吼。因、哦、老爸吼，即、這个宅主收啊，迄句都有小可安尼。艰苦啊啦，想讲侬话查某囝佫无钱，啊安尼吼，伊会住遮，就想讲吼，伊要吼加减吼去甲迄落看因咧亲情遐吼，甲伊吼讨一丝啊，袂输讲以前有当安尼因咧亲情朋友吼，有当虽然是哭啊头吼，毋过嘛有加减讲啊，后借一丝，发讨伊转来，佮讨一丝，安就对啦。结果吼要过年啦，啊要过年因寒咧，啊穿薄衫。吼、哦，啊，穿薄衫就只啊出去啊了，啊，出去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拢无转来，无转来，迄暗暝时哦，因查某囝都着急啊了，讲奇怪，啊，阿爸奈无转来呢，啊，就去吼派出所去报案啦，啊，
太七说哦，那要讲哦，无啥吼，无啥物，无啥物啊办啦，因为呐，啊都因伊都本来做人都无好啊，迄阵就讲起，到去到台下人都无欢迎啊，无爱插伊啦，吼、哦、吼，无爱插伊，早因老爸反对，啊都无爱插伊，吼、哦，无来无多爱插，到天光早起啊吼，啊人才发现啦，讲发现讲，一个人哦死伫个水沟啊。啊！来，这警察再去啊看，啊，再讲啊，迄对一人再去报因查某囝，啊，因查某囝去看的时，啊，多啦，死伫水沟啊底啦，啊，水沟底，迄水沟啊，若要讲哦，实在无啥物水啊，啊，就是安那，寒，啊，佫无食，啊，佫吼郁卒怨叹啊，啊，真好，若要讲寒死嘛，我多，啊，所以你甲想啦，咱即摆就知影，财主收咧。唔是讲一日看命先生来讲财主寿咧，皮袄迄当迄内底足侪看命拢讲是财主寿，财主寿的命煞变活活的五十，六十岁尔呢。你若要讲寿啊，你若无上八十岁，你免来使讲寿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六十岁虽然讲无讲夭寿，唔过这六十岁嘛，最老夭寿啦。所以咱世间人哦，唔通想过遐白，哦，都咪唔通想过遐白。即摆就是咧讲，讲你一个人啊，你吼，你唔通作恶啦，哦，你唔通讲你作恶者啦。那安尼，你的罪就随你的亲人，就该彻夜悔受。这就是咱即个吼，老子伊所讲，即圣人咧讲的道理是绝对的，哦，都是绝对的，吼，所以要受，哦，伊就是劝化世间人啊，讲唔通哦。唔通讲安尼哦，瞎掰有钱哦，瞎掰啊，非非乱做哦，这会吃亏受哦，这咱就会知。但是有个人哦，即摆吼，当然以后我就会讲，有一个人哦，看命讲伊食无三十岁，结果呢，食饱一百岁哦，迄这会使讲实在故事哦。所以咱人的命运的改哦，你若讲你吼生来你前世做无好，即是歹命。唔过你来行善，行这个道德啊，就会改变咱命运。搁再来呢，我即马要来讲一个故事，讲这个，即马是咧讲吼做歹嘅做，即马要来讲你一个善人啊，自然啊上天就甲你保庇。啊，即马实在故事，吼，即马实在故事。咱一个人哦，做人啊，诚心诚意，安分守己，善良啊。无意中，伊就会甲暗中来甲你保庇吼，唔、哦、是讲吼，你有个人讲啊，咱啥物都爱去生得较大富咧咯，哦，啊，迄落金纸创较侪去拜哦，神明要甲你保庇。你若做歹哦，神明袂甲你保庇啦。你若平常时有做善，啊，有修道德、安稳守己，啊，搁做善事呢，你无去拜神明，神明自然暗中嘛甲你保庇。啊，这实在故事哦。在这个光复初期，人要讲到去，咱光复是三十四年嘛，啊，初期就是差三十多年尔。咱台北县有一个这议会副议长，有一个助理啊，啊，有一天这个副议长呢，摕一档钱啦，伊是无写偌侪钱啦，意思就讲足侪钱就对啦，甲一档钱就足侪钱，啊，就叫这个助理啦，叫伊摕去银行行咧。啊！这个助理啊，看到这么钱哦，那目睭是安怎呢？就安尼哦，起哦，大锐起来啦！哦，这多钱呢？就想讲哦，我这钱哦，我来甲该摕走，我一世人我都免赚啊，免咧做事啊哩。就安尼哦，那档钱哦，甲摕起来无去寄，无去银行寄就对啦。啊，无去银行寄的时吼，啊，在即个吼副议长就想讲，啊，叫伊去寄钱，奈到即久也袂转来呢，啊，就去吼，就去敲电话去问迄、那个问银行，伊讲无咧，才知影讲啊，安尼互伊偷摕去啊，就安尼啦，啊，偷摕去的时吼，发觉讲啊，即个助理无去银行寄钱吼，自然就去报案啊了。这个吼、哦、报案啊，这个该助理，这个助理该提档钱就变了嘛。主案就要去逃走啊，要去高阳，去高阳哦。伊当时咧高阳有一个港口咩，主要钱哦，就要去高阳，要走去外国就对啦。啊，要去外国的时用啊，这个副议长伊去报案啊咧，啊
啊，报案的当时哦，这个治安机关啊，就派两个刑事啊去调查，去调查人的结果呢，讲这个人哦，已经哦，走入去南部啦，我已经组织记录，就只偷提拢去南部。啊，偷提去南部的时哦，啊，当这刑事就想讲啊，咱的南部啊，就只两个都去啊了。啊，就惊啊，就惊，讲啊，迄一个兴师就讲，讲哦，听讲哦，这北港妈祖吼足灵感的咧，啊，咱都要来供养，咱顺路，咱来拜这个北港妈祖，无一定啊，吼妈祖会甲咱大帮忙，互咱紧破案的，就问迄个人，迄人讲好啊，哦，迄个话啊就好啊就去，啊，即摆去的时了，啊，迄个偷摕钱的人，伊嘛去咧拜妈祖，哇！去行咧是创个正大富哦，都在拜咧拜妈祖，讲叫那边讲拜托妈祖，都甲保庇，互伊去出国安尼安尼哦，成功安就对啦。啊，都在拜咧，啊，迄、那个是兴师的时哦，都啊去咧拜妈祖，都讲拜。啊，拜兴师呢，拜妈祖的时哦，啊，主安尼哦，这个兴师都去抽一支签啦，讲咱来抽一支签哦。啊、看妈祖要安怎给伊帮忙，啊对。啊，迄支签就抽来，就摕去予庙公给伊卜签诗啊。即庙公给伊看伊个签诗，讲啊，你抽这个签是要创啥？伊讲我都要个南部抓人。哦，啊，这少年人听着咧，听着讲要去南部抓人诶，心我就切起来着，哈、啊，伊做出心虚啊咧。啊，庙公佫安怎给伊讲咧？讲哦，你唔免去南部，你要抓这个吼，这个犯人哦，在你的面，在你的目睭前啦。哦，迄个做贼，是不是听着了？听着完咯，拼咯，才拼出去嘞。迄刑事啊，你会做刑事人，头脑真好啦。看迄个讲，哎，安那迄少年囡仔，才走出嘞。迄两个刑事嘛，才对后壁就约出了。啊，迄个头提公款的助理啊，走去到这個北港妈祖迄大殿啦，到迄大殿要越过时哦，脚骨哦，唔知去磕到啥，才倒落去啦。迄两个兴师哦，甲杀起来。我新闻就摕来看，先就看了，啊，当时啊，就是要找这犯人啊，啊，主案你都发抓到啊了，啊，都爱抓，伊讲哇。真正诶，北港妈祖足灵感诶，即句话就属于即句啦。你一个人若善啦，你一个人若善哦，若善人哦，即上天啊，即天道啊，一定来保庇，就是安尼。啊，甲抓来时哦，啊，当时啊，就是安尼，哇，迄个兴师哦，欢喜一路袂晓讲，随时哦，去买炮啊啦，放甲哦，带可能北港妈祖伊头，甲伊放炮，讲哦。北港妈祖会使足灵感的，会使讲足灵感的，所以话这就是讲吼，正神伊就会保庇这个善人，吼，伊绝对袂保庇恶人。无迄个助理会使讲吼，哦，迄生日创个正大富，你去拜呢，啊，兴师伊也无创生日，结果呢，伊保护善人呢，吼，这吼，这就是讲咱即马就是在讲，讲夜间咧讲，积善之家必有求，积善不止。积不善之家，必如以往，就是这个故事。所以咱这个妈祖会讲，你今仔拜神，你爱拜咱的心，爱壮咱的德行。你今仔敬神敬义哦，爱有诚心诚意。啊，你今仔日哦，你安怎？这北港妈祖迄一千年啦，讲叫你哦，你唔免烧金纸，你干来烧香，往四果，唔免拜神咧，往四果，啊，你就有资格啦。吼，你若伊佫讲哦，讲你来。先为你啦，迄啰金纸创较侪咧吼，枉费钱啦。即若无正神就讲安尼，你一般人嘛，迄庙咧庙会神，我爱金纸创较侪咯，先咧创较侪。伊讲唔好，唔免，你四个穿迄啰香三支香都好，安尼就有够资格来拜这个神明啊，安尼拜吼。吼，伊讲你道德唔修哦，偏去正道啦。行去许邪道落去啦吼，要安怎样啊来讲吼来讲妈祖讲要来给感这个福，来感奉这个上天，这都是正神啦吼，这都正神。啊，所以咱就知影讲吼，你若平常时啊，你平常时行功积德，道德加做一寡，你唔免讲到吼，
讲安尼就一直去求神就对啦。但是咱话吼，咱爱搁讲互清楚。咱若行去到庙里吼，咱一定爱甲行一个礼，因为迄是神明哦。因为啊，若伊在世有修，才有法度去坐红街桌顶互咱拜。所以吼，咱吼，咱爱吼爱诚心诚意甲伊拜，吼甲伊拜啦，吼是真啊，袂使讲乌白甲伊求。你若做善，暗中喏，伊这妈祖来讲，伊就自然对家己吼都会保庇咧。这就是太上老迄落，咱老祖啦，这太上老君伊所讲的，吼，就讲你今仔日啦。善人啦，人都敬之，天道嘛佑之，祸福都随你的身躯。你若违背道理来做，你以为讲你做恶真灵，就是讲我真牛。那安尼的，你的罪都随你的轻重啊，来吃你的血受吼。啊，甚至呢，这善恶果报，祸福都到你的子孙啊。哦，这就是讲咱这坤卦讲，积善之家必有庆。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用，这句话，哎，我感谢咱这个师兄师爷大言大德吼，安尼哦，无气焰小妹吼，口才无好，啊来甲我捧场来收声，谢谢。